大家好 ,ST 档今次就介绍 Tiny Wing KMB 80普通版。睇下又系边个先边个行啦。哦，今次专门点先，排街版盒。前后一个产品编号。呢度啲油唔够厚，露咗少少金属出嚟，又未至于真系花咗嗰只咯，系真系隐约银色同啲纪念色沟到比较绿绿地咁。喺呢度都甩咗少少黑色，边边其他。哦，呢度又系咯，又系薄咗油，薄边打侧睇见到露嗰啲银色。系咧，今次X1S 去富线，但系下面又有一个大埔墟铁路站嘅牌冻喺度。即系架巴士本身。冇呢個大埔鐵路站嘅膠牌，跟住就另外撇喺度。呢個係黐喺入面嘅，呢個咩大埔鐵路站？好唔慣個車輪咁鬼死大。咁車牌 GA1429 啦。车队编号 S3N348，系嘛？冇厂徽睇啊！今次架嘢竟然，照计应该沙田嘅啦。铜砖门电板，因为我分别冇乜喎，依家真系。哦，白色跟住呢个冇整到白色，继续纪念色。好少分别喎，系咯，之前啲分别大啲喎，搞错。系咧，太少分别咧，得呢一个位，最多唔知系咪我呢个错版。最主要就是路线车牌不同，车队编号都不再印。咦，我不是有个厂徽在这里，它在一只窗里。在荔枝角厂的，原来。在大埔墟去富线。富线不是沙田咩？对，一条线沙田跟着整个荔厂车。我没有提错啊， L 来的嘛。啊跨厂，系咯，竟然出跨厂车，搞嘢，系咯，大致上就系咁啦。咁开笼就依家嚟到三格啦，系啦，跟住再整埋密笼两格，咪咁快手，都出咗成五格巨笼啦。点解密笼个内笼同开笼差咁远嘅？即色，点解会用唔同胶嘅？密笼个内笼唔同嘅咩？咁搞嘢。咁今次80号两格就整一张银铃啦，个人就唔系好中意个比例啦，同 Mini 952.8一样，都系个铃好似大得滞。咁好啦，咁今次个派街版嘅巨龙介绍就嚟到呢度啦，中意就 like 记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